你就直接把你的面洗一下低头的啦，快点下去啦。动作好快哦。同学，啊，身上有没带零钱？我身上没有。你刚刚无带钞票才行啊！来来，出来看，出来看，快点下去啦！哦，看你们讲无，哦，你明仔这时间这地点，敢摕两千块啦？我怎么会有那么多钱？你出小你的啊！我唔怪你去偷下去了啦！你啊钱就交来了，今唔是考试洗一拳啦！啊，哥有啊！你若是敢甲恁老师来厝内暗讲啊，你咪直接甲恁面洗一下低头咧啊！嗯，可我已经试了。有有有！哎，各位凤姐同学，请留步，花千耽误你宝贵的时间，不知道你身上是否些许的盘缠，能够江湖救急呢？可是我身上没有钱啊！啊，如果同学你这个赔付是没有的话呢，我们待会对你做一个收身的动作。如果收手结果你就没有藏匿的话，我们很可能会对你做出肢体上的碰撞哦。可是我真的没有钱啊！好的，先让我们开始哦。过程中如果不服众的地方，麻烦你多多包涵哦。来，麻烦你手举哦。来，我们放轻松哦。然后叫你可以抬高。哎，同学，这张是什么？银票一张啊！啊，因为同学您说谎的缘故，请你明天同一个时间，请至这个窗口来缴纳你2000元的滞纳金。我哪有那么多钱啊？啊，这边会建议你可以去行窃或者是融资周转来履行您应尽的义务哦。还有温馨小提醒啊，因为我们有签保密条款，过程中如果你有对你的令尊、令堂亦或者是师长泄露机密的话，我们就会对你的脸部做一个全新装潢跟医美微整的动作哦。好，这样就可以了。路上小心，金针菇。哦，金针菇什么意思啊？哦，金针菇就是 see you tomorrow 啊。就是勒索斯文保，啊，你要给一个正版，正版完。